好，报告文卫，我们继续开会。那么，请媒体的小姐先生，请给我们开会，谢谢啊，谢谢。好，报告文卫，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请。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检察局部分宣读完毕。好，报告文卫。报告文卫，我们请那个媒体的小姐先生好不好？请你们来帮我们，让我们开会哈，谢谢。好，报告文卫，我们今天谢谢。报告文卫，今天主要审查金管会及。检察局、银行局的预算啊，我们现在就请金管会的李主任委员就今日审查的相关预算案做报告，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先生、女士。好，那个李，没有，现在人不够啊，稍微给我，不行。好，继续。还有我们行政部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是，大院要审查本会银行局还有检察局106年度的预算，我们本人，被指定来列席报告，深感荣幸。那我今天的报告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年度施政重点啊，这一方面呢，我们要提供更便利多元的。融资管道，要建构，活络多元的投资市场，推动金融体制与国际接轨，扩大金融业务范畴，鼓励研发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扩大发展普及数位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及市场秩序，提升金融业风险承受能力。强化投资人及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妥善配置预算资源，提升预算执行能力。这一部分请大家参考书面报告。那第二大部分就是106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形，我做简略的报告。在金融汇本部部分呢，我们在税入部分是编列了7,236,900元，较105年增加1,850亿余元啊、哦。那主要是增列金融监督管理基金剩余数缴库啊、哦。那第二部分叫税出部分呢，我们编列2,1,553,000元，较105年度呢减少554,000元啊。哦至于银行局，今天要审核的银行局部分，在税入部分是编列了241,000元啊，较105年度啊，这中间105年度的包括比较起来，员工这次只要是收入都是像。停车场使用费、租金等等啊，都是很简单的这个收入。那在税出部分呢，我们编列3,3639,700元，较105年减少304,000元啊。这些详细的细目，请大家看书面资料啊。那检查局部分呢，我们税入部分是编列15,000元啊，这个跟105年相当，也都是一些租金收入啊。那税出部分呢，编列的4,1705,000元，较105年度呢增加593,900元，主要是针对拨补劳工退休补准备金、专户差额以及员工薪俸晋级差额等经费啊。那其他细目就请各位参考书面资料。这以上报告敬请各位指教，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主委报告。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有曾明忠委员等人针对于11月21号，就是本周前天礼拜一所通过的审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30条之一条文内容提出附议修正案。我们先处理附议修正案。那么，我念一下，他就是把最后一项的最后一句哦，审查会通过的是金融服务业有前二项情形之一，且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得于其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前项罚款最高额的限制。那这里漏了一个字哦，最后一行受前项罚款最高额的限制，应该是受前二项，就前二项啊，前二项做这样的一个修正。各位委员是否同意？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这个，就是当时文字附议修正案啊，无异议通过，谢谢。好，我们现在就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询答，我们做如下宣告：每位委员8分钟，得延长2分钟。上午10点截止登记。各位委员如果有预算的提案啊，请在11点半之前送到主席台，以便议事人员整理。那么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委员咨询，请。谢谢主席，麻烦请李主委。啊，李主委请。曾委你早。主委好，我们先今天要跟您讨教的是复兴航空的这个个案，我们来看下一章。21号的时候早盘有消息传出，新航营运出状况，但是该公司在盘中1点24分的时候呢，澄清，发布重大信息表示系统没有异常，而且停业是网络的谣言。另外，该天的21号的晚上，结果新航就发布重大信息，要停航一天。那昨天呢，2点临时董事会就决议要解散。那跟你讨教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先就这个问题，你没什么评论？新航这样的动作是很不应该哈，他宣布重大信息反反复复啊，中间甚至有欺骗社会大众的这个嫌疑。那这一部分，交易所已经及时处理了，给他罚款150万。好，处罚150万。那这个初步来看，因为那一天的交易量啊，那一天交易量超过10000张，一达到10755张，平常就300-400张，有没有内线交易？这个有没有内线交易，我们当然要尽力不查证，不过我们已经掌握所有的名单，我们会详细来查。初步呢？现在初步的看法？初步的情况，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异常的行为。他在比如说他在三个建商的买卖的情况，盐户城东分公司净卖出2739张，国泰证管前分公司卖出652张，永丰证卖出606张，很明显。那初步的查核，我的理解。初步的查核异常的情况是怎么样？主委可以说明一下，或者请局长说明一下。这些状况我们都有掌握，我请局长来说明一下。局长说明一下。是，初步有掌握几位投资人呢，可能疑似跟这个内部人有相关。那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这个资料都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已经来调阅相关的资料，然后已经开始在侦办。所以确定。有内部人有卖出的情况，
是不是内部人，是跟内部人有关的人。OK， 好，跟内部人有关，所以假设这种情况，成立内线交易的情况就会非常明显。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张的 PowerPoint， 里面的前十大股东里面前三大，国产实业、兆丰银的受托保管账户跟中兴保全，尤其是前三个账户里面的第一大、第二大，国产实业跟中兴保全都是他的关系户。我要跟你讨教，就是在清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清查到国产实业或者是中兴保全买卖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包括这一部分？目前已经请交易所将国产实业跟中兴保全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也进一步来做分析。没有错，其实国产在有一段时间它交易量也有放大，所以我希望你清查的时候不可以只有包括兴航、复兴航空，你必须包括国产实业，也必须包括中兴保全。现在是不是清查确定一定包括这两家？好，谢谢。接着除了内线交易以外，证交法155条它提到意图影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而散布不实的资料或谣言。那在盘中你看昨天那一天11月21号的时候经传天航危机，但是复兴航空在1点多的时候郑重否认。那另外昨天已经停航一天，而且又决议要解散，这个有没有违反证交法155条的规定？尤其昨天报纸、今天报纸也提到，金管会证实说，早在18号，复兴航空就成立两个受托账户，要处理员工跟消费者的权益的问题，表示18号的时候他已经打算要解散，或者是要停航。所以局长或者主委，他有没有违反证交法155条散布不实资料意图影响股价？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呢，我们正也是还在收集一些资料，就要了解公司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时间程序然后再来判断。那可能会违反的可能一种是如委员所说的证交法155条，那也有可能他违反的是证交法20条，他的有虚伪隐匿，他的证券交易的虚伪隐匿就是20条，违反20条的这个虚伪隐匿的这个行为。那这个不管是155条、20条跟内线交易，它都是刑责都是3年以上。没错，假设违反20条的话，它刑责比较轻。但是假设违反刑责都是一样的。是，都是回到171条。对。好，但是171条有些有加重，有些有加重。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以上。对，它会7年以上。他说7年以上，那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好，看下一页。主委，请问，因为昨天你也跟媒体提到了，你要启动投资人保护机制，请问怎么样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我们已经交代这个投保中心要注意观察，那该介入的时候就应该介入。假设你只有提到要观察，我相信所有投资人是不满意的。是。好，先请教主委，兴航的资本额多少？75亿。75亿，现在净值多少？60几亿。你们要来立法院了，尤其你知道今天大家一定会问到兴航哦。你连他财务报表都不清楚，你怎么去确保员工的权益或者投资人的权益？多少净值？多少？净值57亿。那每股的净值大概是7.59。好，先讨教您，金管会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复兴航空解散？这个是要经过股东会来决议啦。
那但是这因为它是一家航空公司哦，它涉及到了不只是股东的问题，它涉及到是整体我们就是有关相没有错。那我只是跟你讨教，因为银行团想要申请重整，那我想请教金管会立场到底赞不赞成它要解散？重整的话，它的前提是要认为说它有这个重新经营更生的一个价值的话，他就可以这个相关的关系人可以去跟法院来申请重整。那我们其实是不希望一家公司他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个净值，然后他就来这样无预期的来申请解散。所以你不赞成解散，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不是金管会。对，好，所以确认基本上金管会是不赞成复兴航空解散。再跟你讨教一个问题，投资人，因为你刚刚讲净他资本额75.8亿，净值是57亿，基本上他有劳工权益的问题，那还有客户球场的问题，初步估计投资人可以拿回多少钱？目前其实是很难估算啊。大约会不会变币值？如果他现在还有每股还有7块多的话，相信经过这个程序，应该是投资人还是可以拿回部分的资金。那您他的财报，第三季的财报啊，你们早上或者昨天没看过，他很清楚，他的财报是不是确实？有没有这些财报你看过以后确不确实？你假设确实。它的净值57亿才是真的啊！你初步查核这个财报有没有问题？它是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啊。那我们也现在在了解对它的财报呢，在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一家公司当它要宣布要解散之后，它要处理的，比如说它要支付员工的这个资遣费等等的费用，可能就会比原来财报上所一般看到的还要高，所以它现在的价值可能要重新再评估。好，它的价值，而且它很多的飞机假设长期闲置的话，它的价值会大幅贬落。所以请教您，净值虽然每股还7块多，有没有可能每股可以拿回到5块或者3块？有没有可能？大约预估。这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再评估，这个我现在没有。我觉得要拿回5块或3块，可能性都很低。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会请黄国昌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马上有请李诸位。李诸位，请。还有王局长，还有政局局的王局长，请。黄委员早。两位早，可以了吗？好，第一个一样，复兴航空啊的事情，11月21号。前两天呢，他发生了在盘中先否认停业的消息，结果后来证实啊，这个消息是对的。21号那一天出现交易异常的状况，我相信金管会跟政企局这两天讯息应该啊都有掌握。21号那天晚上，我看到这两则新闻，我非常的惊讶，因为传递的讯息完全不一样。证交所的董事长施董事长说，有涉及违反证交法155条，这根本就是散播不实的资料。结果我们的王局长表示啊，复兴航空没有资讯揭露不实的问题。来，请王局长先来说明一下。你认为复兴航空有没有资讯揭露不实的问题？这个
个是在这个过程中，记者有来跟我求证哦。那时候我们有先联络交易所，那交易所初步给我的意见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是有交易所告诉你说没有资讯揭露不实的问题。对，那时候是交易所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交易所谁告诉你的？这个部分大概是他们上市部门的人。那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内部，所以告诉你的人跟施俊吉董事长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嘛？但是后来他们，你看嘛，一则新闻呢、啊，是8:19中央社发出来的，另外一则是9:12，施俊吉自己出来讲，而且施俊吉所讲的话是行政院的系统发出的新闻稿所表示的。王局长，我现在再问你一次，你现在认为21号在盘中他们所发布的那个重讯有没有资讯揭露不实的问题？如果从事后的事实来看，他这样是的确是资讯揭露不实。所以你那天晚上这样讲是不对的吗？那时候我是有跟记者讲说，那时候我们是初步透过交易所来了解，但是我们还会再持续再来做了解。你们政企局跟交易所两边的资讯呢，互相在对的时候，是不是横向的联系出了严重的问题、啊？怎么会同一天晚上跟大家讲的消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跟黄文报告，我想这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了哈。那时间先后，同一个晚上啊？那这个差一分钟也是先后的问题哈。那王局长会这样讲，当然主要还是希望这个安定股市啦，不要。安定股市，在事情还没经过查证之前，不要轻易的做评论。那个时候决定了第二天要停止交易没有？那时候他们公司是申请停止交易，明天就是要开董事会。对啊，所以刚主委讲说要安定股市嘛，没有关系啦，这些资讯慢慢揭露出来，你们之前所做的发言呢、啊，全部都会成为印证。就是大家在股市当中已经出现了这么离谱的状况了，结果我看到的是当天晚上我们的政企局局长马上跳出来帮忙洗白，结果今天的报纸出来说你们掌握了，在上个礼拜五就订了2个信托的专户，上周就有预谋要关门了，请问这个资讯你们什么时候掌握到的？了解那个信托专户的那个，所以今天自由时报在上面写说金管会说新行上周就决定关门是在胡说八道，记者乱写，是不是？这则新闻金管会政企局是谁放消息出去的？还是自由时报乱写？这则新闻我还没看到。我据我了解是民航局的讲述，所以想金管会写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个不是由我们提供的，完全不是由你们提供的，确定哦？因为你这样子在讲，就是自由时报乱写啊，连他的消息来源都乱写啊。好，来，没有关系啊，我们事情会慢慢查清楚。第二个，信托专户开在哪里？现在有没有掌握？前事情交易所去跟公司这边拿相关的资料，拿到相关资料没有？还没有拿到。所以他上面现在新闻讲啊，说他们已经针对不管是债权人权益的确保还是员工权益的确保，分别开了2个信托专户。这一个消息到目前为止，以金管会掌握的程度而言，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对不对？金管会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证实嘛，所以如果在媒体上面披露这样子的消息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有办法确定嘛。好，那第二个部分，金管会现在确不确定新行的资产大于负债？从第三季的财报，它是资产大于负债，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状况，那个要重新评估。所以它是不是资产大于负债，你们也不确定吗？
前的情形我们不确定。那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面，你们觉得假设啦，如果真的有人要让这个公司重整，有再生的可能性，要站起来的话，我个人是乐观其成，我绝对乐观其成。万一这件事情变成没有可能的话，在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下，你们认为要走清算的程序，还是要走破产的程序？这个应该由公司自己去做决定了。你确定是由公司自己去做决定吗？来，清算跟破产的程序有何不同？主委知不知道？这个破产当然是公司自己申请，然后就由法院来监督，做整个清算程序。清算的程序哦，清算人是由谁担任？应该法院指定了。主委，你可能再回去看一下公司法了、哦、如果没有另外其他的情况，清算人就是由公司的董事去做，就他们自己的董事啊，在做清算的程序了、啊。到破产的程序啊，就是由破产管理人来加以处理。那这两者之间啊，除了资产跟负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外，最大的差别就是程序到底由谁主导。这个公司到目前为止，21号，包括上礼拜有可能要开信托专户，到21号，刚刚主委也讲了，刚刚那个局长也讲了，发布不实的消息。你觉得这个公司的董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让大家对于他们的诚信还可以有任何期待吗？对不起，我的问题应该问得蛮清楚的吧？这个还要进一步来确认、哎。到目前为止啦，就是他们在21号盘中的时候已经明确的是说谎了嘛。刚局长也这样讲啊，我有说错吗？公司负责人的诚信的确是值得怀疑啦。那你觉得接下来的程序，整个清算的程序适合由这些不具有诚信的人继续担任吗？那个资产负债表，你们真的有仔细的看过吗？228亿的资产里面，228亿的资产里面，非流动性的资产占了191亿。你里面去看细项，最后出来的资产会不会有228亿，是一个大问号。负债的部分，目前受损的消费者这么多，要处理的员工权益这么多，还有信心去讲他的资产会大于他的负债吗？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第三天了，我大概可以现在可以讲是说，从我今天问的金管会掌握消息的程度可能比媒体还差，当然也有可能啊，如同局长所讲的，媒体上面写的看是不是胡说八道，我们随着事情的进展就知道了。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有个问题，证交所对新行开罚150万元，你觉得罚这150万对整个事情的解决有什么帮助吗？你罚新行罚150万，你最后再处罚的就是股东跟他的债权人吗？这家公司都已经要结束了嘛，你公法上面的罚款债权只是降低债权人跟股东他们事后的权益嘛，那问题是真正该负责的行为人呢？真正该负责行为人责任的追究，金管会目前有没有具体的措施？他假使这个牵涉到刑事责任，我们一定会移送法办。那除了刑事责任移送法办之外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金管会也很好做啊，我只要任何的事情我全部都推给检调啊，说啊，我现在出了这个事情牵涉到刑责，移给检调侦办、移给检调侬办，我100%都赞成啊。
但是我的现在要请教的问题很简单，在这件事情上面，金管会有的具体作为是什么？除了移给减掉侦办以外，金管会还有什么具体作为？首先是先说明说，这个交易所罚公司是因为公司跟交易所它是一个契约的关系。这个我知道了。所以他一定要罚公司。是。哎，那再过来就是我们对公司的一个行政罚还的部分呢，如果公司的这个有影响股东权益或是股票价格的资讯没有在2天内来及时揭露的话，我们是可以处罚还24万到240万。你罚的是谁？罚公司还是罚负责人？那这个依照证交法是罚公司的负责人。可以罚负责人吗？是。那这个部分金管会，我因为时间到了，主席也站起来了。是。我希望金管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到目前为止啊，显然金管会所掌握到的资讯跟对整个事件的了解的程度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我希望金管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要多加油，那个绝对不是只有民航局的事情而已、好，谢谢黄委员，谢谢主委。好，下一个请吴秉睿吴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金管会李主委。麻烦主委。吴委员好。诸位，今天各报的头版头条都是复兴航空这个案子嘛，对不对？对。那你今天要来备询这个案子，会跟你有关，你也应该知道吧？对，知道。所以今天的委员绝大部分都会问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可以预料的吧？对对。那刚刚从你这个对话的过程哦，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媒体的报道好像不是很熟悉，你还不知道这些报道的内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里面有引述你的话呢。他说，金管会主委李瑞昌昨指出，金管会会密切注意投资人权益，要求投资人保护中心启动投资人保护机制。可见，应该是有访问过你，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上面要标你的名字嘛，对不对？这个是我昨天说的。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毕竟本院开会的时间是9点了哈，那但是再早一点应该是有时间可以充分的掌握各方面的讯息，这样才好。我们金管会的幕僚单位哦，也应该要上紧发条。今天来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一定重点质询是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来的。所以应该是要资料要准备好。我跟吴委员说明之内，事实上大概我们通常在从5点半开始就跟我们在用 LINE 在传递各种消息。好，那我再讲其他的报道给你听哈。说金管会昨天透露，复兴航空早在11月18号上星期五就完成2个信托专户，其中6亿元主要处理债务问题，6亿元处理员工薪资与资遣费。也就是说，新航资方早在上周就拍板决定要解散关门。这个是金管会讲的哦。那你是 绝对不是金管会讲的，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去澄清，这不是金管会提供的消息。好，那所以他这两个专户信托，这两个专户应该是在银行信托吧？这样要保管这各6亿元的信托专户，我想受托单位主要应该是银行吧？应该是。那如果是是的话，那这个当然法律没有规定到这边的、如果灵敏一点的话，资讯如果各个局之间或是银行跟局之间，我举一个例子，复兴航空突然要去银行设2个专户，一个是关于员工资遣的信托，一个是关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债务的这个专户，那这个银行局掌握不到。我跟吴委员说明，这一次的信托不是信托给银行，是信托给律师。律师哦、那律师他不用经过金融机构，他就可以保管这么大笔的金钱在里面吗？这应该是他们公司按律师之间啊。我那这样要小心了。那如果律师，台湾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曾经发生把很大的资产卷走的事件啊，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这个消息不是金管会提供的，所以消息来源是民航局了啊。民航局是。好，那如果是信托给律师哈，我建议你这时候你的这个投资者保障就要出现了。应该要求他信托给金融机构啊，这怎么可以交给他一个律师呢？我不是说台湾的律师都不要，我是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啊，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最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也曾经发生过一位刘先生卷款跑去中国，然后卷了几十亿走的事件啊。我想这个事件你应该有印象。我们的投保中心已经将复兴航空这件事立案了，那 后面当然会先民刑事的这个。程序来追究他的责任。好，那我要跟你说，因为这个讯息里面，刚刚那一段当然只有讲金管会透露了，以下的新闻都说是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张先生他在讲说啊，什么罚款150万啊，证交所查核说是不是有讯息，不是所有的讯息都要重大讯息都要经过董事会才能公告申报啊。如果有违反证交法等等的规定，所以这整篇的报道这样给他看起来，就是觉得说这整篇的新闻都是从金管会出来的。好，那我现在先问你哦，你既然已经讲到你要启动投资人保护机制哦，请问你要怎么做？那投保中心已经立案了嘛，哈，那立案以后当然要积极的收证啊，向有关机关来调阅资料啊，然后在民刑事。的责任来进行严厉，啊。那另外新航他，我延续刚刚的问题啊，新航的上市是上市公司，他要去信托这好多钱的这些专户，不用有什么样的管理机制，就是随便喜欢信托给个人，信托给哪一家律师事务所，信托给谁都是可以这样子任由他处分的吗？还是这个东西？要成立总共12亿元的信托专户，是不是也要跟这个证交所或是要跟证企局这边来申报才对呢？照规定是可以不必的，不必。那不用让证交所知道。那我举例，如果有一个国内非常大型的公司，他要把总共5000亿的资产信托给一个个人，这个也不用申报。那要看算不算重大信息了。他的公司的总资产才多少？他要信托12亿元的现金呢？这样还不算重大，他的流量都不见了，他整个现金流量都不见了，何况他马上要到期，公司债是7500万美金，今天报道还报道说他对兆丰银来讲就倒债17亿多，这个样子，一个规模不是那么庞大的公司，50几亿资产的公司，然后他要信托12亿元的现金给律师事务所，我觉得这样子是。我个人认为啦，就这个公司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我们事后会来追究了，但是事先确实是不知道。好，那你刚刚跟我讲的说，你的投资启动投资人的保护机制，就是调查啦、收证啦，然后看看有没有民刑事责任呢、啊？如果光是只有这样子哈，我觉得是相当不够。我举个例子，他昨天在盘中故意隐匿事实，或是去故意去揭露显然不是事实的讯息，涉嫌到。坦白讲，这样讲有点让投资人有点，如果去买，因为这样而去买，有点受骗。这个地方不是光是只有这个讲那个有没有集体诉讼呢？有没有受害人来登记呢？这个投保中心是不是要准备要对这个也要诉讼？虽然他说他净值是还有7块多，但是。如果以我以前在法院的经验，经过资产的处分之后，恐怕剩下的很有限。那你这一部分是不是要动手呢？否则，如果因为昨天成交量那么大，不，礼拜一的成交量那么大，那因为那个讯息公布之后的买卖的股票，而有被骗到，而有受到错误讯息而去买卖股票的人，在我的看法，他应该可以提起集体诉讼哦。这个投保中心正在积极的收集资料，那必须提起集体诉讼的时候，他马上会做这样的动作。对啊，所以我另外有一点，我就是建议哈、诸位，我们这个是互相勉励的哈，因为将来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我是建议金管会的各个单位要上紧发条，
我们金管会现在的这些优秀的文官哦，他们都是从文官体系上来的，那么能做政治判断的，就是只有你跟这个政务副局长，其他的都是日常事务的处理。大家要上紧发条的时候，要把第一手的讯息提供给你，你才不会在突然之间好像遇到一个在突然战场上被这个举例，然后被炮弹轰炸就头都晕了。对于这个状况的掌握度、了解度，如果都不够的话，就很吃亏啊。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回答。有时候因为你这边讲都是这个都是公开的嘛，外面马上都连线都看到，万一讲不对的话，啊，对你也伤啊。对，好，所以这一方面，我希望你将来讯息的掌握要迅速而明确。更何况今天的各大报的头版头条里面都有金管会的讯息，而且这个是今天一定是全台湾最瞩目的一个事件。你应该要把这个事情的相关的资讯，还有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要先及早做一个沙盘推演，要有所准备。这样子的话，对于你来立法院答询，甚至要对外表达什么样意见的时候，才能做比较精准的判断。这个是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的，谢谢。因为我从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被问到之后，今天虽然是在审预算啊，但是立法委员一定是用现在最热门而且最重要的问题问你，他不会去跟你在那边跟你计算说哪一个单位预算要三几百万，那个等一下预算处理的时候会处理嘛，好，好不好？大家互相勉励，谢谢，加油，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请赖世宝委员。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诸位。请诸位。赖委员你好。诸位你好，今天大家当然，我相信重中之重题目就是复兴航空停航的事情啊，看起来金管会相关的长官并没有准备得很充分啊。老实讲，我也认为你们应该准备很多才对哦。所以只有一个情况可以来解释哦，就是你们心虚哦，这中间呢，你们一定犯了什么错？哎，这什么错？我想说很简单哦。这个你们有观测站，你们有证交所，每天在看，而且你们都定期在收集很多的大数据，难道异常你们都没有感觉到一丝一丝都没有感觉到？诸位啊，完全没有。然后我现在看起来你们的回答都是一副二百五的样子，就是啊，媒体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你们都没有比媒体早一点呢。诸位啊，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哦，哪一件事情你比媒体早知道？还是你跟我们一样，都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记者比你们厉害。我看那个后面那一堆啊，这个帅哥美女记者后面的，包括 cable 的，好，比你们厉害。你们相对拢安尼后知后觉呀、啊，诸位啊，我这样讲你能接受吗？有了，我们同事有跟我报告了。不，那讲一件事啊，就是这一件事，你说这一件事媒体比你晚知道，你告诉我，比如说这样讲，如果我是你了啊。我说我们上个礼拜就知道了，我已经采取什么什么什么措施了。你能不能讲这个话？那确实，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事件确实突发事件、嗯、啊，所以啊，金管会可以废掉了，证交所可以废掉了，对不对？所以说突然有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家公司砰，然后就不掉了，然后它的现金还有十几亿，它的净值还有几十亿，是不是？净值就是资产减负债啦，是不是？你扣一扣，扣一扣。啊！居然砰就没有了！你们完全没有预警系统啊！这样子谁还敢买台湾的股票？两位长官，没有人，你们完全没有预警系统啊！是，对不对？报告委员哈，我们你告诉我一件事情嘛，媒体不知道，你告诉我一件就好了。在公开资讯观测站里面有个财务重点专区，就是对于财务状况比较异常，或是公司有一些状况的公司，啊，他们都没有在上面啦、啊。他已经在八月十五号什么时候在上面？八月十五号就列在财务重点专区。是什么？那是什么？但是因为它净值低于十块啦，流动净值低于十块，流动比率偏低，比比皆是啊。还有什么？比率偏高啊？它有三个指标。直接率偏高。它的流动比率偏
偏低，对不对？然后负债比重偏高，对嘛？就是杠杆多过多嘛，流动性不足嘛，还有呢？低于十块钱，对，低于十块钱，对。啊，你们有没有列入你们的所谓的警示股，看着它，盯着它？警示股是要交易异常，在、那个啊、它交易没有异常，对，它是一直到就是最近它才交易异常。好，什么时候开始交易异常？就是21号，对，21号。啊，你赶快呢？你八月那个是。那个是敲敲打打，是唱唱歌而已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股对不对？我们的股策叫什么？我们的股市观测站，把所有东西、像教科书放着，你们没有特别去给他诠释一下，也没有，没有你们任何的刊名在里面，证交所也没有，你们也没有，然后事情出了，大家一推250，然后说哦骂这个骂那个，推大家推，还要解释吗？补充吗？公司无预警要申请无预警的解散，这不是我们就可以事先知道的。那你就告诉我们，台湾的股票不能买哦，因为你任何警示都没有，任何 warning 都没有，任何的 signal 都没有，那我们怎么敢买呢？这个对不对？你刚刚讲八月份那些资讯没什么意义嘛，因为像他们这样子股票低于十块的比比皆是，还有甚至于鸡蛋水饺股都有，人家也都活活好好的啦，是不是？来，诸位，你想做什么？说它到底是一个极少数的现象了，那不能讲说，还、啊、不是极少数哦，你它是公共事业哦，不是？对，公共事业，你们更需要加大眼睛，因为它不是只有影响投资人而已哦，它影响到全民了、哦，现在已经10万人受影响了，一万人被人球啊。他假使是事先预谋要做这样的事，他一定会去设计一套可以掩人耳目的。所以他是等于是完美的骗局、嗯，是不是？这接近了，这个还要继续再来看、啊、你同意这是完美骗局吗？这厉害，连你都不知道，聪明如我们的李瑞昌主委都不知道，是不是？聪明设计连你都不知道，连你都骗过了。你骗现在两位长官告诉我们全国老百姓是说他有够厉害，心里啊呢？暗藏在心里，暗藏在心里，然后我们通通不知道，那干这个坏事我们都不知道。他假使预谋要这样，确实是很难从有关的数字去观察出来。这就不能讲了，这就即便你同意，你不能讲哦。这就你讲的话，等于说你不好，尽管会废掉了。那不能这样说了。啊，不然尽管做什么事，你告诉我，你好歹有一点 signal 给我们吧。好歹有一点蛛丝马迹，说，这回要么大家要注意哦，等等的。还有你看哦，来来来，他明明上午说宕机，网络订票系统宕机，然后大家就疯传快要倒了，他下午去否认，这个是不是散布不实消息？是不是？请问是不是？是啊、确定吗？是嘛？哈，是。哎，这个有没有刑事责任呢、啊？那刑事责任当然我们有没有？请问有没有？这个要由司法机关去做认定、啊。他谈的司法机关，来，我们请局长表达一点，有没有刑事责任？这个可能会构成那个《证交法》20条有虚伪隐匿的情事。我告诉你啊，怎么没有刑事责任？有啊，那个护卫箱的事情，新北地院根据《证交法》加重背信罪判陈文兰5年半，弟陈瑞礼3年半，倪女3年4个月。判呢、啊？怎么没有？你说这个东西，你现在那个明确告诉说以后，因为你还有我们看到你其他另外的东西是，哦，什么散布不实消息哦，你罚几百万哦。事实上，你应该告诉全国老百姓、全民说，这个是判刑的，根据《证交法》可以判刑的。虽然判刑不是你们决定的、啊，有这个，但是你要提出来啊。有这个嫌疑，我们当然会移送给司法机关的、啊。这个，监管会没有办法直接对他判刑啊。我当然知道不会直接判刑，但是你要提醒人家。请问，那你们现在开始收集资料，准备要不要送？他的条件是不是构成送？构成没有？还是还不知道？这个部分就是请交易所到公司去，就是去查核，然后要收集，就是他的决策点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请问你什么时候你们可以决定要不要把他送司法？什么时候可以决定？最快？这个部分就是等收证完毕，那是多少时间？一个礼拜够吗？我们一般过去来讲都是一个礼拜。这个部分就是要看收证的过去多久时间了、啊？多久时间？告诉我们。可能需要2个礼拜的时间。2个礼拜时间，好。现在说他们说董事会开过说我要解散，
银行团不要啊。请问他最大银行团是谁？你们知道吗？兆丰。啊？兆丰也是官股啊。啊，你们这个解散，难道他不能够中间一个过渡吗？比如这个解散了、啊，就等于破产一样了。新农破产对吧？我这样讲对吧？请问对不对？对嘛哈？以在美国的话，这是 Fire Chapter 11的哈 ，Chapter 11破产了哈。其实你也可以先 Fire Chapter 7了，就是重整了。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为什么不经过重整？就是就不要了，通通不要了，一夕之间通通不要了。我相信了哈，我们支持鲁顿呢是听不清楚、看不清楚啊，但是平常人。感觉就觉得说，怎么会一夕之间辛苦建立的一个 empire 一个帝国不要了？这里面其中必有鬼嘛，是不是？然后银行团不肯，那银行团不可能怎么办？那谁可以告诉我？银行局长可以告诉我吗？他已经向法院讲扣押了。啊，向法院来。银行团这边已经积极在处理哦，那预计他们今天就会召开那个银行团的一个会议啊，来进行相关后续。啊，银行团不准或怎么样，就假扣押、保全、资产保全，是不是？好，下一步就是对投资者的保障，对投资者的保障，诸位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启动这个投保中心开始启动，还是已经启动了？他已经启动了，已经立案了。已经启动了。对。会不会对他进行团体诉讼？那有必要一定会啊，什么时候会知道？投资者现在他还要收集市政，你要知道吗？现在怎么看哦？来，主委你听好这个故事哦。因为上午21号的上午在传网络疯传说宕机，然后呢要倒了不飞了，然后下午他们否认，然后让投资者以为没事，再进去买，这些人难道不应该？然后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些难道不应该算政府球场吗？政府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因为你们的把关不力，让投资人受到进一步的损失，对不对？你们严重失职啊，对吧？这个，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最后一个问你一个哦，刚才也散布假消息等等的哦，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证券市场的管理怎么样了，王局长这里哦。我们就点名看到，已经有一则新闻出来说，汇丰证啊，对外他的叫台股的策略报告，最新的策略报告说，台股明年会上万点，啊，对台股看好，我们没有意见啊。哎，可是他一边看好，一边拼命卖股票，这个你们要不要查一下、啊？可不可以这样做这种事情、啊？如果有跟自己。啊、对外媒体说的，然后做另外一个相关方向。是啊，他对他说拼命说好了，拼命卖。这个我们会来进一步查。啊，这个是很奇怪的哦。这个通常你们如果这样子查到有问题会怎么样？你们怎么处理？这就要看他涉及的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然后我们就依相关规定来办理。我觉得要给这些上市公司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讯息，就是散布。不实的消息，以后不是只有罚钱而已，我们绝对往要移送法办这条路走。有钱人怕官呐、啊，有钱人不怕罚钱呐、啊，基本上是这样子。一定会这样做的。哦，这个要好好加油吧。我们看你们知道讯息跟我们差不多，我看比媒体差一点这个，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余婉如委员。主席好，有请李主委跟王局长。主委跟局长来请。王局长，对，你今天是最红的，来。主委早哈，局长早。余委员你早、就说这个复兴航空哈，壮士断腕。虽然是无预警的这个停飞和解散，但事实上就企业的经营策略来讲，国产集团这么大的一个集团能够壮士断腕，哦，我觉得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哈。那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航空业近年来非常竞争，那前景可能也不那么看好，继续拖下去，事实上可能会造成蛮多的社会成本。
所以我也建议说，金管会也不用特别去说他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或者说要介入这些经营的层面。但是就很多的疑点，我今天还是要来讨教，跟两位讨教。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这个11月21号的股市的这个成交量。那在这个礼拜一这一天，这个成交量爆大量，是以往的这个、大概是10倍，大概这一个月以来平均每天都是1000多张，这一天是10000多张，整整10倍。我想请问这个主委，你觉得他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这个我们 会深入的去调查，他涉及内线交易的话，我们一定会严办。那现在有没有什么疑点是涉及内线交易的？可不可以请局长？目前是有发现一些异常的交易，那我们有去就是在进一步追踪是不是跟内部人有关。那有部分投资人是跟内部人有关，但是是不是确实构成内线交易，这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析报告之后。那目前呢，检察官也已经在立案调查，那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来提供资料。是，那在礼拜一之前，金管会有没有预示或是预警到现在这个复兴航空的营运状况已经可能撑不下去了？在8月15号，公司因为有3个指标是财务状况比较差的，净值低于10块，那流动比例、负债比例比较不好，那已经纳入这个我们股市观测站的这个财务重点专区。是吗？第二季就已经纳入了吗？对，好。那就是这个礼拜一的这个交易量的异常一定是有涉及内线的这个交易，请务必要继续详查。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就我刚刚在提到，就是说上个礼拜金管会为了要抢救台股的成交量，这个扩大了这个当冲股票的这个条件。好，我想先请问一下，现在目前能够这个成为当冲 股票的交易标的的，它的条件是什么？前原来是开放到德维融资融券的股票，那最近一波我们是把德维借券的股票也纳入这个当冲的交易。那新航它就是符合可以德维借券的标的，那因为它有发国外有发 ECB， 所以它可以来做借券的标的，所以它在礼拜一也很巧的，它就刚好纳入这个当冲的可以当冲的标的，所以那一天它成交量比较大，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当冲的量。是，那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啦。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表，这个11月21号当冲的成交量排名，这个如果扣掉指数型基金的话，事实上新航是可以列到前20名的。好，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那我这边如果说是内线交易的话，我可以左手在股市上下起手，右手在这个当冲这边来这个做更多的杠杆操作。那我不知道说局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连接的关系点或这个嫌疑？通常开放当冲的第一天它的交易量是会比较大。那它那一天新航是有2000多张是属于当冲的量，但是它那一天有成交了10000张啊，所以即使扣掉当冲的量，其实还是比往常还要多，所以是还是显然是有异常的。是，也希望说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吼。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刚刚其实局长有提到新航在第二季财报已经列入的这个财务重点专区了嘛吼。那为什么在11月21号礼拜一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当冲的这个标的，让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炒作的一个标的？好，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们的机器是用机器去跑那个标的的这个可能性吗？还是用人为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错？我们就是刚跟委员有报告过，我们这一次就是把那个德维借券的标的呢一并纳入可以当冲的标的。那德维借券的一些德维借券，但是说如果说这个资产或是那个财报表现不佳，还是可以放进去吗？基本上这个纳入这个当冲标的的话，等于说是金管会背书嘛，好，放进去。那个投资者当然就会觉得说，我可以投资。可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不佳，已经从 Q2 你就放到这财务观察专区了哈。为什么还是纳入？我现在在问的是这一点。纳入当冲，我在问说是机器跑的还是人为的呢？这个是我想知道是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完全就是依照，就是他如果是得为融资融券标的，得为借券标的，他就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当冲的标的。这个不是由政府来背书哦，这些公司呢，他只是因为他符合一定的标准。所以我问一下局长，你觉得这是不是异常？因为公司不一定要就是有获利才会纳入这个可以借券的标的。那可以借券的标的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避险的工具。当然我知道说避险工具或是流动性对于公司来讲都很重要，但是我在问你说判断上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异常，你有没有在做把关？因为当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制度啦，所以我们没有。好，你们认为是中性。我们现在看11月22号这张图哈，他们已经停止了这个交易了，但是事实上11月22号还把这个新航列在这个当冲的标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作业的？这是11月22号当冲标的，你可以看到新航还在上面。礼拜二的时候，哦，这个可能是不是交易所的疏失？因为那一天他已经停止交易了。停止交易了，为什么还列在当冲的这个？他的确没有，他是零交易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还列在这个当冲的这个标的上面？你们的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再请交易所来进一步说明了，这可能有一点疏失。是，那政企局跟交易所的讯息不连贯不一致的话，造成这个投资人的投资判断出问题，或者是引导市场的错误讯息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呢？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即使投资人因为这个列在当冲标的，他要去做交易，但是那一天他是停止交易，他是没有办法做交易，所以应该还不至于我为这个是损及投资人的权益。的确没有损及，但是我在问的是作业的疏失的问题哈。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个是第三季的一个财报。第三季的财报事实上不需要会计师的这个去实际查核，只要是就 review 就好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复兴航空现在的现金跟约当现金是有17.2亿哈，可以看到说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好，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然后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说新航的这个资金流速是非常惊人的，到了11月底尚有23.5亿的可转债要到期，然后加上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借款是26.47亿，新航的资金已经是基本上是捉襟见肘了哈，所以当然他们礼拜二才会开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哈。那但是我想问说，政企局或交易所是否有注意到这个状况？这个部分因为第三季的季报是11月14号公布的，好，那公布之后呢，其实就是让投资人就可以来参考他的现在的财务状况。那至于他的资金流失快，那是因为他本业他就是不赚钱，是，所以他一直在亏损，是。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这我们都清楚。我只是想问说，政企局或这个交易所是不是有注意到这个状况，在11月14号的时候就预示到这件事情，还是说你们只是让他就是刊登这个财报而已，没有其他的这个把关的措施？这个、对于公司体质不良的，还可以作为当冲标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刚跟委员说明过了，当冲标的是一个中性的机制啦，并不表示这一档股票就是好的标的。我这个局长，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瞎搅和。我在问你的是说你的把关的方式啦，我也是提醒你啦，好，不要再一直这样子回说，就是我们用这个标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标的继续在，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再去选出很烂品质的公司啊。那继续出来问题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嘛。我在问你这个机制你怎么去把关嘛？我们希望是改变这件事情吧。是，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财务状况不好的公司，我们就是现在会加强来做一个财务报告的审核，那必要的时候就会对公司做例外的管理。是，好，那再来就说好看一下这个新航的哈，他目前他的这个跟和库主办的这个连带案是借了38.95亿。兆丰是借了17亿，单一银行里面借款最大的哈，然后华南有15亿，彰银有12亿哈，可以了解像新航这样子的公司，银行愿意贷给他们哈。但是从 Q3 的财报来看，新航一共已经向国营借了103亿元，净值仅剩57.67亿元。
那现在这个新航决定要解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债权要怎么保存？你们现在的具体做法有哪些？跟委员报告哈，他这个所有的那个贷款哈，大部分就是有六成以上是有担保的一个债权。那现在目前银行团也是在加紧进行相关后续的这个债权的那个保全的一个相关的程序，已经在进行。六成以上的这个担保债权，很多是飞机吗？对，有些是飞机。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哈，这些飞机，这个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引擎哈，这个引擎是不是它的还是租赁的？到时候去追讨债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追讨到？这些都是关键点哈，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好，那以上的咨询，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邱泰元委员发言咨询。主席是不是可以有请我们主委？主委请。谢谢。可能，王局长。王局长请。好，谢谢。好，邱委员你好。好，我想在我本来要提出咨询的主题之前，我是要代表民意的哈，我们庶民哈还是很关心新航这件事情哦。那刚刚其实今天早上也提了，大家也问了很多，讨论很多。我只是简单的代表，可能很多民众心中的呐喊，说像主委有那么多的幕僚，哦，那我想请问。依主委您的专业，你觉得这整个事件有没有或像不像内线交易的模式？看起来是有，以你的专业来看呢？看起来是有啊，而且我们已经掌握到了。好，所以第一个就是看起来是有这样的情况嘛。那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知道有哪些人，是有在这段那一天交易股票？这些人到底是属于哪些背景，可不可以查得出来？我们已经查出来，就发现他们这个是有相关的人，可能涉及这个内线交易。那什么时候可以对社会大众做一个交代？有关我问的这两点。那检察官已经在侦办了。对，我就是想说你们会回答这一句话，那就是交给检察官了。对，那我们这边就提供资料而已。我们会积极配合啊。好，所以你们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子嘛，就目前这个能做的是这样。好，那我想前面这两个问题是，应该是很多庶民心中的痛跟疑惑了哈。是。那我觉得主委是很勇敢的在回答的，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一定要解决心中的疑惑，不然我们对整个体制会觉得非常没信心的。假使在这个过程中有随时要可以向社会大众说明的，我们一定会向社会大众来说明。是，所以我们这两天心情都是很忧郁的。是。这个忧郁指数提升很多。好，那谢谢哈。那我还是回到哈，我周一在委员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当然大家都在笑的哈，外溢效果的保单哈，溢出来的溢了哈。那因为时间的不足哈，所以没有办法一一跟主委讨教。但是我想这个观众关系到民众的权益哦，班姐这样你也请没关系。那个所以还是要再请教一下哈。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主委，你知道目前的一个外溢型的保单实施成效怎么样吗？好像有两家是吧？有两家在推的。没关系，嘿，局长可以回答没有？是，各委员报告啊，目前有关这种我们可不可以大声一点点？目前有关这种所谓外溢效果的保单呢、啊，我们大概比较属于在健康管理的部分啊。那我们在实物给付部分有两张的这个保单呢、啊，是属于健康检查
就是我们鼓励民众呢，也鼓励保险业呢，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具有外溢效果的保单。那这样民众购买这个，他如果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那可以维护他身体的健康。那对我们国全民的这个医疗支出，还有我们保险的理赔，还有国民的健康，都有一个正面的效果。所以这次应该就是说具有一个外溢效果的这个保单。那除了刚刚讲实物给付之外呢，目前也有一些类似健康管理，就是。如果说他购买这样的保单，他如果能够每天有做了一些运动，然后有一些让他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话，那也可以减少一些保费的支出。目前也有一张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保单，那我们也鼓励业者能够尽量推动这个具有外溢效果的一个这种保单。好，非常谢谢哈。那我想这个外溢效果的保单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就好像我们在医疗健康健保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设计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除了让保险，就是说这个保险的民众、投保的民众跟寿险公司其实都有收益，最重要是整个社会、国家也有一个正面提升的效果。那所以是三赢的局面的哈。那我想可能保险局在这一方面一定要一直督促，好它的一个进度跟效果哈。那请问一下哈，那个外溢现在的目前国内的外溢型保单有分为哪几类型吗？我们目前大概就是有关健康管理的这部分，可能就刚刚跟委员提到，因为这个部分大概在去年今年才开始，所以目前大概健康检查部分有两张，那刚刚其他的非实物给付的部分，比如说用一些计步器啊或健康手环这边，目前大概有一张保单。好，那这个部分因为都在初期，所以我想这保险公司都还在一个推动的这个阶段。好，既然在推动就要积极嘛。那除了说刚刚可能类似健康险这个类型以外呢，是不是有产险型类型的外溢型保单在发展？是，跟委员报告，这个大概我们所谓的车联网的部分解释就是说汽车如果它能够它这个行驶的这个时间或者是里程数，如果能够有一些有助于这个对环境或是各方面的一个正面的效果的话，那它在保费上也是有一些优惠。所以这个我们讲 UBI 就是车联险的部分，目前产险业也在推广这部分，利用大数据来做一些具有要外溢效果的这个保单。那这个进度怎么样？这部分应该市场上已经有一张 UBI， 这个进度怎么样？ UBI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在推广，那在产险工会部分他们也积极在推动当中。那贵局怎么样，如果只有这个不错，怎么样来有具体的措施来推动？我想我们就是鼓励业者能够尽量推动具有这样的一个外溢效果的保单。那我想对业者来讲，对他们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的效果，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大概跟工会跟业者之间，大概都是尽量大家都朝鼓励的方向。因为这种外溢效果的保单很重要，就是要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才能做一个造成一个精算模型，然后保费的模型。这个部分我不晓得寿险公司都有办法算，还是需要你们来帮忙。大数据的部分，我想，有些可能需要，譬如说交通的部分，我们会协调类似交通单位。那医疗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协调看，卫福部这边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经验统计的一个资料，供我们保险业在研发的过程作为一些参考的数据。是是是，谢谢。所以我想在这边，本席在这边还是诚恳的建议哦，主管机关在推展金融科技跟普惠金融的政策的时候，不能一再处于被动的地位。要很积极哈，那因为这个对我们基层的民众的，或者是整个国家有效益的一个推展，其实是很一种基础的工作的哈，所以我是建议能够很积极的哈。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保单的类型有没有一个示范的条款来给那个，等于是保险公司方面可以有一个遵循。跟委员报告，目前示范条款这两三张保单目前应该还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尽量再来努力看看。那既然已经做一件事情出来没有示范条款，那不是很奇怪吗？因为这样目前他有一些那不然寿险公司就自由发挥，不是因为他还是有一些独卖我们还是很我上次提到的吼，觉得说民众都觉得寿险公司都稳赢稳赢无赔啦。
哎，那没有一点适当的条款哦，你怎么样让民众觉得有受到保护呢？因为目前是核准制啦，所以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些的范围尽量就是比较不会产生一个的争议。但是像长期照顾这种部分，我们事实上已经有示范条款，所以我们会看这个目前的情形来研拟有没有需要我们订定一个示范条款。好，今天因为今天的报告里面哈，今天主委的报告里面第四页有提到说，我们要投入适当的资源哈，鼓励业者要投入适当的资源。开发更适合高龄及身心障碍需求方面的一些产品呢、啊？那未来可不可以定期来提供说，提供我们不管是大众呢、啊，或我们这边，你现在开发的，现在市面上开发的哪些产品？连我这个三十年来投入在很多健康照顾、社区健康，我都不是很清楚有哪些，表示推销的不够嘛？或者是还是没有做得很积极，还是做一个交代一下而已。是跟委员报告，那当然这个是不是有够推广到全部这边，我们还是有努力的空间哦。那高龄化的部分，除了刚刚讲长期照顾保险之外，我们目前有推动一个小额中老保险，那对一个普遍化一个提供一般民众一个基本的老年的一个保障，大概是50万那这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好，谢谢。我想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庭一般。而且需要这么低额的一个保险，大概都是弱势团体的哈。我想知识方面也都要我们教导他，所以我想贵单位一定要有这种社会责任，譬如说必须要有示范条款相关的，一定要积极去做，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现在请费宏泰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在场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哈。主席帮我找一下金管会的主委跟政企局银行局局长。李主委、王局长，请。三位啊，刚才我听了一些啊，听了我们前面六位委员的询答哈，尤其前面五位啊，感觉上不知道你们是没有掌握状况呢，还是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呢？回答得很软的哈。主委，我要请教一下，当然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啊，最失败的是交通部民航局了，它是业务主管单位，居然完全状况外。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剩下哈第二个要负责的就是你们金管会哈。第一个就有两个问题，很简单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股东的权益怎么保护？从股东权益的保护里面，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刚才王局长说，可能是违反证交法20条隐匿，那别人也会讲说，有没有违反证交法155条？有没有？因为他的讯息。一开始，哎，外界讲的，他说、哦、没有，我们还正常营业，让股东，让那个投资的股东在股市，我就不卖，我们开始又甚至有人来买了，这时候又发现到像，哎，我这就要停飞一天，等到股市快交易的时候停飞，全部停飞了，这个有没有散播不实的消息？有没有违反证交法155条？报告委员刚才有说，他可能涉及的就是证交法20条或是155条，两种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就是收集相关的市政，然后就是20条的罪没有那么重了，没有155条那么重了，都一样是171条，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问你，有没有违反155条？这个部分也是有可能会，它就是散布不实谣言。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它构成的要件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收集的市政之后再来看适用的法条。诸位，我真的听到笑，现在我真的觉得你们金管会让我现在感觉的会有点害怕，你们的专业能力好像不够哎。我们一直想给你时间呢，可是时间拖了太久了，这样就不好了。股东的权益已经产生了这个问题了。对不对？这而且剩下还有好几个问题。举例，我们银行局，我请教一下，
这还是手上上市公司的第一次自动去解散，对不对？第一次，那对银行的权益，对银行放款银行，大部分都是我们关谷银行哦。我发现大部分是关谷银行哦。财政部我今天不知道，他也没有发布消息，财政部是不是在睡觉？为什么不用重整，直接让他去解散呢？因为我经过重整，银行的债权还可以保护的多一点哦。我直接解散银行的权益是，我跟你讲是 uncertainty 哦，也没有看到你们有声音。然后关谷银行损失跟你们没有关吗？到时候我会检讨你们银行局哦，你们检察局也应该表达意见哦，金管会应该表达意见，完全没有声音呢。我在刚才这上面听啊，听到回答一些问题，我都觉得这个金管会可以解散了。所以这个话讲的就很难听了。可不可以请你回答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重要的银行是兆丰啊，就贷款比较多的兆丰，还有和库，还有华南，对，还有彰银，好多，大部分是关谷银行。对，你们哎，你没有专业就算了，讯息掌握的也很烂呢。哎，你们这个样子哈，无法去保障投资人了，也无法保护我们国家的财产哦。他们银行团今天会召开会议，然后采取行动。你们今天委员问你们，你们就应该要这样子讲，完全没有对策。你们像小孩子啊，碰到一个天灾以后，你们吓得惊慌失措。你现在是专业。很专业的主管单位应该马上要下指示了，应该要下指示两天了，要下指示要怎么处理了，没有听到你们任何指示，只有消息也掌握的不全面。所以平常讲，这个可以从这个世界两天可以看出你们的能力哦。我看了那么多届，那么多对金管会，我觉得今天让我觉得你们很弱，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还有，诸位，你们要注意另外一件事。复兴航空其实有蛛丝马迹的。我们当事后诸葛当然都很简单。两架飞机摔了以后，乘客大家不敢坐嘛。乘客不敢坐，我的收入面就会减少嘛。再加上我今年八月底去一趟大陆，回程的飞机啊，我跟你讲啊，不到五分之一哎，载客率啊。我也问过其他的人，我就知道这个完蛋了。我收入面大量的减少，他跟国外借的 ECB 啊，我请问啊，可转换公司债是什么时候借的？102年9月，102年，是，这个算长期借款还是短期借款啊？他就是发一个公司债，那他是具有可以转换的性质。我请教一下啊，复兴啊，他借的债里面都属于长期债还是短期债？哎，你们这些功课都应该做。如果拿短债来还长债，这个资金调对一定会有问题的嘛。它是长期债。它都是借长期债。对。啊？是。都借长期债吗？长期债居多。真的啊，我你们的银行团呢、啊，银行局啊，要求银行团呢、啊，这几家关谷银行赶快了解状况啊。如果借短还长，那个不出问题才怪嘛，是不是这样子？很多的，像刚才赖委员提到，你们股市观测站很多的讯息都应该摆上去的啦，你们股市观测站就要加强它的功能啊。从这边来看，这几个月都在停摆啊，真的哎，所以真的很担心啊，这样子不对了，碰到一个重大的事情，你要马上第一个了解状况。
第二个下指示，第三个清理战场，否则会怕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会怕所谓的鸡瘟啊，一个一个公司倒啊。我在半年前就陆陆续续开始听到，今年跳票比往年多的很多啊。主委，你听过吗？知道。银行局长可以来给我讲一讲看，今年的跳票，今年前十月的跳票跟去年前十月的跳票，有没有多很多？有。报告委员，那个依照那个央行这边公布的哈，就是最近那个大额票跳票的部分确实是有多，嘿，那不过因为这个都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那不见得是完全跟经济的。对，后面你不要讲了，这都会听到我的耳朵里来，代表我跟你讲，今年的跳票比去年的跳票大额的多很多，代表是什么意思？这一定有他的意思啊。不要变成还没有浮出台面的冰山哦！我刚讲的鸡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一家一家出问题，银行就出问题，银行出问题，企业当然是出问题，劳工的就业就出问题。你不要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哦，这都是金融面的东西哦，金融面先告诉你讯息咯，如果这种讯息你都没有办法掌握，你都没有做没办法判断，你都没有办法下药方，金管会就不会被人家尊敬了。如果我们身为财委会的委员，我不提出这样子的问题是我失责，可是当我提出的问题，诸位我请你回应一下。谢谢你的指教，我们会很努力来注意这些事情。怎么个努力法呢？天天我们跟我们同仁在一起去研究一些问题，天天都有。所以你讲的太空了，你知道吧？你讲的虚到我们害怕。真的是一个专业单位，不应该这样子那么虚的来讲啊。我们会很努力，我们会找办法。我们找出原因来，这个太虚了，这个虚的话哈，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警讯啊。在场我们财委会还有其他的委员，大家真的要注意了，这个你们的能力发生了问题了，你知道吗？好，谢谢。我们现在会请司仪方委员执行报告会。我们咨询到林德福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主席，请一下李主委。李主委，请。政企局的局长也上来，王局长。好，主委你好。王局长，请。主委好。今天哈，大家都在关心复兴航空的议题，那。本席今天要跟你讨论的就是说，从这个股市里面常常的用语就是养、套、杀。那我想在荧幕上你也看到，就是说从21号的8点那个官网啊就没有办法订票了。那传闻说复兴航空会停航，那会歇业，所以在9点一开盘的以后，股票就开始下跌了。到11点40分的时候，股票跌停5.04元锁死。那这时候发言人就出来讲话了，他说火刃停航，所以也透过了那个证交所的这个重讯的这个平台澄清皆无停业，所以股票的部分就慢慢的在发言人他的就是发言了以后，从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到说跌停的时候，那时候的成交量很大，你可以看到这个跌停的这个部分。那到发言人发言了以后，股票又上来了。那股票上来了以后，到收盘了以后，又有一点上来。所以当日从那个从跌停的时候，那时候大概4000多张，到最后的成交量是10742张。那本席要询一下主委的部分是说，
这个发言人哈对媒体的发言，跟在那个透过证交所的重大的信息的发言，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规范？诸位，报告委员，就是根据交易所他的规定，就是媒体有报道的时候，他就会请公司要及时来澄清。那一天呢，请公司后来是有请公司再来做记者说明会，因为他说的不清楚，但是公司并没有，他就没有来交易所来做记者说明会，所以那时候交易所就针对这个先罚了100万。对于这个未来哈，在发言人的这个规范哈，我想金管会应该去多做一下思考的部分，注意这个可以吗？我想上面讲的就是养啊。他把你先养大了，就是说，让很多人的投资人再继续的相信说，我的股票是正常的，所以收盘的时候拉回来了。那拉回来以后在三点多的时候，在荧幕上有显示，三点多的时候他说，证实说要停回了，22日要停回了。那九点多又透过了重大的那个信息的发布，那说这一个22日要停止交易。那八点多又复兴航空再度的证实说要停飞，好，那我想这些信息的发布了以后，股市就开始开盘就跌停了哈。那针对这个部分哈，在这样的一个连续剧的那个演出之下哈，不晓得局长你对这件事情目前的看法是什么？公司它有涉及有这个在第一个是有关交易场的部分呢，可能会有因为有相当大的异常嘛，那一天的交易量爆大量，那有一些投资人我们也发现说可能会跟这个内部人有关，那相关的部分就可能会涉及到内线交易的部分，这个检调单位已经在侦办。那另外一个就涉及到他的资讯的揭露是不是涉及虚伪、诈欺或阻止他人误信，有没有我们证交法20条或是155条里面发布这个讯息来这个发布这个不实讯息的问题来操纵这个股市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搜证，那如果有证实有涉及到这个相关的行者的话，我们就会移送检调单位来侦办。好，那本席也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很多的投资人会去看你的重大讯息的部分，那这个重大讯息我看在荧幕上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谣言，网络上的谣言，因为大家相信了这个重大讯息的这个平台，所以这件事情哈，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政府的这个平台会成为帮凶？局长，重大讯息它是一个提供投资人资讯的一个管道啦，那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说重大讯息平台它还是应该要维持。那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司要责成公司，它一定要确实及时的来揭露真实的消息，而不能有误导。如果有误导的话，我们就是移送法办。那我要告诉局长的是说，这个平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变成政府是一个帮凶啊。因为你可以看到的红色的部分，在上面红色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复兴航空说这是一个网络的谣言。那这是公布在政府的一个平台上面。那未来你要怎么去规范这个事情？我还是要澄清一下，这个重大讯息的平台虽然是由交易所来建制，但是上面的资讯是由公司来提供的。但是股民相信是这个平台是政府在政府上面公布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则我们会督促公司一定要据实来申报，那二则我们也是要让投资大众来了解说，这个重大讯息的平台是由公司来提供讯息，那如果公司提供的是不实的讯息，是要由公司来负责任的。本席要传达的讯息是说，你必须要为股民作为一个考量，当这个重大讯息发布跟事实有违的时候，未来要怎么样去规范在这个平台上的发言。我想
本席告诉你的是这一个，而不是让你推卸责任说这一个平台哈上面的文字是股市公司写，就是那个公司写的，你不能这样的做，你完全都没有做防范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我们会来检讨。这个部分呢，主委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对对，我们看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来研究看看有没有事先防范的机制。好，那再下来哈，就是我要大概报告一下，就是这个连续剧的部分哈，他从那个开始就要把那个公司哈，透过董事会要去做解散，然后又申请说今天呢、啊，今天要股票恢复交易，然后又申请了要召开股东会的部分，然后将资产信托啦、选任清算人啦、啊，然后最后解雇大量的劳工哈，那透过一次的很草率的这一种董事会的决议，这样可以被接受吗？局长。董事会的决议，这个是要回归到公司的一个治理的问题啦。那当然，他这个公司，他其实他还是要经过股东会同意，而且他因为他是一个航运公司，他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必须要得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同意，他才可以做以下的这些解散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好，那再下来我谈一下，就是这是我刚刚调到今天的股市，这是一个直接的信息哈。那主委你也是一个专家哈。对于这个开盘以后到现在的情形，你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想因为昨天有那么多不利的消息，那今天这样的反应应该是可以预见得到了。那对这些股民的损失哈，常常在讲说哈，你要去监理，但是这整个公司哈，其实在这两年里面，这个公司的股本哈都已经是亏损到一半以上了哈。那但是在监理的制度里面，似乎也没有什么样发挥这个部分。所以在未来投资人的保护的部分哈，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如何的去强化哈？我希望说主委应该做一个大破大立的一个去处理，这样可以吗？会，我们会来努力。那另外哈，另外就是说他在那个在今年他还就是在增资的部分哦，对于那个他的员工啊，他还办理了那个认购，总共认购了大概，12,500张，哦，12,500张，而且又在今年的11月份啊，又去办了那个里展哈，那里展的这一个部分哈，又去参加了上万的那个部分哈，那今年预计哈，他会就是影响的人士哈，大概在10万人左右。那我要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现金增资以后，哈，那在参加里展，那最后公司发生这么重大的讯息，这个部分有没有涉及违法的部分？局长，那个现金增资的部分，它因为依照公司法规定是员工股东跟员工是优先认购，然后再来对外募集。那至于说他发生这些事情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收集相关的事证，那如果有违法的话，我们就会尽速来移送法判。我想今天本席跟主委报告的是说养套杀这个部分，然后这中间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代表我们的监理的机制是不够的，所以未来在这些事情的还在防范后续的部分，希望主委在任内里面赶快做出一个大破大立的这个处理，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咨询，请。主席，还有与会各位同仁、李主委，还有金管会各单位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金管会李主委，还有政企局的王局长？
那个李主委，我请教你哈、哦，这个复兴航空在吴玉景的这个之下来停飞，那许多旅客的行程和这个员工的权利啊，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请问李主委，复兴航空近年来在财务金融上面有没有异常状况的这个警讯？哦，因为本席一直认为说，它是由会计师所出具的这些财务查核签证报告，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从去年八月十五号是吧？去年八月十五号就把他的财务状况公布到财务特专区上去了。那你认为这个金管会未来要如何来防止像该类大型这个企业在无预警的之下来宣布解散啊或停业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上市公司做这样的行为，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是第一次。那也许我们过去这个因应的机制是有不够的地方，这一点我们要来检讨改进。其实哈、哦，它这个是特许行业啊，是哦。那我认为说特许行业，那一下子宣布这样解散哦，造成不管是旅客、员工哦，这些都很大的冲击跟影响哦。那我认为金管会当然也要有有一些作为啊，哦。那我一直认为说，像金管会，现在是多事之秋啊，因为今年以来，哦，像浩鼎案啊、兆丰案啊、乐生案啊，那现在又证交所董事长哦，这个施进局指出说，复兴航空有明显的这个内线交易这种情形，而立法院预算中心也认为说，金融检查人员平均啊。这个检查天数有减少的这个趋势，那请问李主委，金管会人力是否能够处理这些重大的案件？我们金检人员确实人事是不够，不过除了直接去检查以外，他们有一个机制叫做什么？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那个检查是采用差异化的检查机制，然后我们是会根据公司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来做不同的等级做差异化的管理。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会除了一般的检查之外，我们也会去加强这个专案的检查，然后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检查的人天，事实上我们的还是今年还是一万可以达到15000多人天，事实上是跟104年 是差不多啦。那但是从这个差异化检查机制的调整上，我们会更着重在这个风险上的处理。以上跟鬼其实哦，那个复兴航空哦，这个两次衰机以后，它就有那个征兆。我相信主委你应该很清楚。啊，像这些啊，它本身过去有这些重大的这些事故的发生哦，那尤其航空业是一个特许的行业哦，那我认为说，像这些站在金管会的立场，你们本来就是要特别的去这个了解。哦，那尤其他的会计报表等等，哦，这些从里面多少就可以看出倪端，哦，那我想兆丰啊是复兴航空最大的债权银行，那金管会是我这个知道何时要召开债权银行团的这个会议，知不知道？据我所知，他们今天要召开，今天要召开。那复兴航空后续这个协商代表是执行长刘东明还是董事长的这个林明生，你知不知道？这一点我不清楚，抱歉。都不清楚是吧？那兆丰金连续遭到重大事件影响，那请问李主委，据金融检查压力测试结果，兆丰金体质是否还健全？您看我们有没有我们今年105年做的这个压力测试啊，所有银行都没有都没有问题是吧？对 对, 对。那换句话说，这个对兆丰金也是没有问题，哦，像这些都可以度过，这些难关都可以度过，是不是？对。那我再请教哈，因为目前 MSCI 连13降，那调降台股的权重，据金管会分析，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缺乏大型股的这个挂牌。那如今航运类股中，像复兴航空啊、
已变成全额交割这样的一个股。若且算下是台股又少了一只大型的股，那金管会有哪些配套这个方案措施来因应？报告委员，我们是有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讨论怎么来因应 MSCI 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权重的调整。那其中就当然就是我们要加强对这个大型引进这个大型的优质企业来上市上柜。那当然除了我们以 现有的这个找寻现有优质的大型公司以外，我们可能要从小培养起。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强化这个柜台买卖中心的创柜板，还有群众募资的平台。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就是加强来请交易所柜买中心呢，加强去海外来招商，引进海外优质的企业来台上市上柜。那近期里面，我们这里还没有哪些要上市上柜的这些公司？今年上市上柜的加速成长的蛮多的，那比较大型的就是有台湾高铁公司有最近上市。台湾高铁是。那其他呢？其他就是目前今年的上市新增的上市上柜跟比去年同期要多啦。那详细的情形是不是会后再提供给委员 ？OK， 好，你再提供一份资料给本席哈。那我想，这个金融市场证券化这个条例施行细则第二条已在105年的九月修正，那金管会这个准许符合这个促仓案件的这个公共建设以未来预期收入来发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这个受益凭证。那我请教李主委，你是否可以说明最快何时可以将那些公共建设会证券化？这个公共建设啊，因为目前我们的相关的那个证券化的法规都已经完备了，所以如果说业者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做。业者那个主委啊，你有没有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当然，我们鼓励业者愿意这样来做是个好事情，我们当然鼓励啊。我想因为金管会负责这个监管的这个尤其这就是金融这个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对。那我认为说这个你像这些本身公司里面它有一些问题的这些站在金管会立场里面应该要多去了解。不要像这种无预警的你像复兴航空，你看造成的冲击有多大？因为它有1700多个员工，哦，那这1700多个员工其实就是1700多个家庭，对，哦，那你看这个造成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啊，哦，因为衍生，你说这1700多位员工他要再去找工作，对不对？那是在当下不是那么容易啊，对，哦，所以说我认为说金管会确实应该要有这份的责任，哦，这个金融监理你要是做得好，不能让他任意为所欲为，到最后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最严重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啊也拿不出一些比较具体可以协助的这个方式啊，你包括行政院啊、交通部啊等等啊，因为它产生很多的这些后遗症出来，哦。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不管政府的任何一个环节一个体系都应该只要能够来协助处理的应该要义不容辞。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交通部也没有作为啊，包括行政院包括你金管会也提不出啊，只有说啊我就送检调单位啊，那也没有说先前的这个监理监控这些机制把它做的落实，还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那个主委你有什么想法？对，我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很不应该。那在金融监理方面我们希望来加强。这是我刚才说过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原来我们现有的机制也许有不够的地方，我们要来把它补强。希望不要有第二次，可以做到吗？
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嗯，有没有把握说我很有信心？这个主委，我们希望多设一些可以事先防范的这个指标。啊，我希望金管会哈在这方面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落实啊，是，才不会再造成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出来。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质询，我们休息十分钟。
报告委员会，我们继续开会。下一位请江永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请这个金管会李主委。好，主委请。江委你好。好，主委，这复兴航空的事件哈，实在是非常大的震撼，我也没有办法说全盘做一个整理啦，所以我今天有一些片段的部分哈，要就教于主委，哦，请您这个尽您所知的部分哈，来尽量做答复。第一个。我们在报道的讯息上看到，有包括泛关谷的航库跟一般的银行都有连带来借给复兴航空。我第一个要请教哈，在这里面有看到农业金库也借了5.9亿给复兴航空，农业金库的范围也包括到能够借贷给空中的交通事业吗？这部分答复一下，这个外界是有疑虑的。对。他借款给别人，这样是可以的，是可以。所以，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了哈，银行局讲一下都可以啊。外界一看到这个，比方说你兆丰和库，其他的银行包括台银都有借，那大家可以去想象它的业务。但农业金库的话，大家是存有疑虑的，这个部分做一个好的一个说明。好，报告委员，这个农业金库呢，它本身也是可以做放款的一个业务，那个。农业金库是属于这个农委会农经局这边来主管，对，但是他的业务相关我们也要知道嘛。我觉得你去查一下，因为刚主委这样的讲，表示说应该也可以放款，可是让我们应该感觉说他应该是针对农业、针对农产这相关的部分，而不是针对交通业。那既然如果您敢保证说他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应该上台来，这个事件这么大，牵涉到的行库这么多，应该就能够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怎么是刚刚这样一句话就带过呢？您又丢给农委会，丢给经济部。这个不是丢给农委会了哈。当然，农业金库成立，它主要的业务是要协助农民，但是它协助农民还是要别的地方有钱赚才能来协助农民啊。好，那这个部分好，希望你们赶快把报告写出来做清楚。那你跨部会、跨委员会去做个整理。那我问啊，这一次啊。总共哈啊借款给复兴航空的各大银行、各大行库，总共加起来多少钱？差不多110.6亿。好，其中啊泛光谷啦哈啊以及像台银100%国库哈，你们计算过了没？总共多少钱？差不多105亿。不是啦，我是说国库的投入啦，光谷的投入啦。兆丰17亿嘛，如果照持股比例的话，应该有4.45亿在那边吧。对吧？60-70亿，哎，多少？对吧？加起来，合库16亿嘛，对，占0.36的话，应该是5.83嘛。嗯，啊，计价了没？我觉得你们真的动作很慢呢。总共持有的，当然啦，这个可能财政部哈要比你们这个更为关切嘛。但是身为这个。主管机关金融的主管机关，你们也应该要掌握在你的手里啊。我们有数字啊，我报告一下，我来说明一下。兆丰有17亿多啊，合库有16亿多，华南银行有15亿，彰银有将近12亿啊，大概公股行库是这样。台银加起来65。台银，你里面台银你就没有讲到啊。四亿九，嗯，我自己帮你抓了一下。就是说，扣除民间投资的一个部分，就以关谷来看的话，将近有20亿多啊。这个部分到时候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一个处理？向财政部来建议，还是你们能够掌握到什么？应该是60亿啦，全部啊。嗯，关谷的一个投入应该是60亿。对，我现在是把这个呢，我们官方持股的那个比例先换算出来。你把它换算了，对。我已经换算过了。我说哈。是不是啦？这里面啊，当然，兆丰最多嘛，好，17亿多。对。那这个机制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兆丰他去成立一个，或是召开一个银行团会议，
来作为一个债权的一个行使的一个追讨，这个部分怎么做？他们下午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下午就要开银行团会议。大概方向怎么样？你讲一下。可能银行的方向比较不同意这个这家公司就解散。对。所以银行觉得应该怎么样？他可能会向法院请求保全。对，但是问题是，现在复兴他自己也出来开记者会啊，他资产大于负债，他觉得以他现在所拥有的来去处理他相关，不管是这个员工的问题，不管是相关欠债的一个问题，他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方向。如果要破产或重整的话，还需要法院同意啊，不是吗？啊，到底哪一个途径才是最好的？他自己也可以啊。所以那你这样评估的话，所有的我们光谷银行的一个投入，如果说现在复兴航空他用解散的一个方式，对我们来讲是利或不利？对国库的投资的一个部分啊，看起来授信借款追偿回来的一个部分啊，除非他真的是很有诚意，还债，而且确实有这个确实的这个资金来源啊、哦，那我想不管啊，如果不是嘞，如果不是，我想应该怎么做？什么途径？我们支持银行团的决定，支持什么？银行团的做法，银行团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请求法院不准他解散，然后呢？啊。然后就来行程序来求偿干什么的？好，这个是行库哈、银行的一个问题。那投资人呢？就我跟你讲哈、上次这个乐声案发生之后，投保中心邱董事长他常常放在嘴巴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切要等到证交所调查结果及检察官起诉才会作为投资人求偿的一个依据，常常是这样讲啦。就乐声案，你看啊，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嘛，应该要积极主动负起责任。那这一次这个案件呢？我知道他已经立案了，已经立案了，对，已经要启动了。是，你讲一下，讲一下。好，他打算怎么做？邱董事长，投保中心那边打算怎么做？报告委员哦，因为他要到法院去求偿，他还是要有相关的事证。那我们会协调相关收集到的资料。不是，相关单位资料不是到法院去求偿。我说在那之前，投保中心现在开始准备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对，他现在就是要收集相关的事证，然后去法院求偿。我很担心的，我跟你讲，我刚刚把两个事情讲在一起，一个又是国库的一个损失，另外又是一个投资大众者，有没有？我来说明了，这个消保中心他，我觉得这个案子，我真的加起来是兆丰加乐声呢。不是，当然这个他求偿的机制，首先会透过和解嘛，和解不行就调解调处，最后是要到法院，就是。到最后调解调处都不成，仲裁也不行，那就到法院了。好、我觉得哈、这个你真的要非常审慎积极来办理，不要再像前面的几个金融弊案延烧成这样。我要问你啦，到目前为止，金管会、或是说证交所对于复兴航空做了哪些处分或处置？有两个开罚吗？是，两个开罚讲一下，哪两个？他就是。对于他不来召开记者说明会，罚100万；然后资讯揭露不够充分呢，罚了50万，一共150万。好，50万的那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因为他透露的重大讯息其实跟后来事件的发展是不符的。可是前面那个开罚100万哈，我有质疑呢。你们开罚的内容是因为他有重大的讯息没有召开记者会发布啊？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什么重大的信息？你们又责定他在什么时间点要开记者会？因为只有看到处罚内容，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开罚，请讲一下。就是说他因为媒体已经在说明说媒体的报道是说公司有要停业的这个讯息，那公司就只有来媒体报道公司有要停业的讯息，你们从媒体掌握这个讯息吗？有。从媒体掌握这个讯息，是，那所以呢，就请公司来说明。那公司只有把它输入重大讯息，没有来开记者会。那交易所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讯息，应该要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说清楚。结果他不是跟你说他重大讯息要经过董事会吗？但事实上不是嘛？这个重大讯息可以不必经董事会，就应该要向社会大众来公告嘛？是不是？是。你把这个部分再讲仔细一点。是，他就是因为他后来他决定说他要停止交易，然后要召开董事会来讨论要不要解散。那所以这个重大讯息应该要在
礼拜一的时候就应该要 对外去宣布。那交易所就是希望他能够开记者会来对外说明清楚，那他没有来开记者会，所以就开罚。我问你哈，上市贵公司如果要解决公司的财务困难，一个做法，其实像复兴的话，他可以卖飞机，他可以卖航线，啊，你们掌握的，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做？有没有掌握到？这个部分涉及为什么就是直接开会说啊，资产大于负债就做解散？这是公司的决策啦，但是当然他我想这个公司的决策将来一定会跟减掉那边的司法调查有没有？好，你们一定这一次不要再像以前的这些金融事件。到时候又被人家误会说，我们金管会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一个作为，这个应该要去查了。他前三年的这个财务状况、财务报告也要去查，因为外界也有在质疑啊，质疑林明生董事长啊，说他有没有公司已经营运不行了，发生两次的空难事件，载客率已经不好了。现在推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观光客不来，结果也有人反驳了，但是他也没有去买飞机当中。当中去有折扣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你们也应该好好的启动你们行政调查的一个权利跟检调去配合，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是。然后你知道啊，已经打入全额交割了，接下来会下市吧？今天早上居然还有700多张的交易量，哎，你掌握到了吗？今天早上？我想我们股市有监视制度，这个所有的交易如果有异常的话，都会掌握。先掌握，他说是因为系统坏掉宕机，所以没有办法定位。后来出来开记者会，开完记者会之后，居然有10000张的一个交易，那个部分我想金管会要立刻先做说明啊。这个是投资人现在最疑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涉及是否有他们家族内线交易的地方。这个地方哈，应该先给社会大众一个确确实实的一个说清楚、讲明白，好不好？然后再连结，今天早上还有700多张，已经要下市了。还有人现在会去购买，这真的是匪夷所思了。请你们具体去查好不好？尽快好不好？好，谢谢。下一位王龙章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蒋乃新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陈赖素美委员不在。要报告委员会，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全部询答完毕，做如下之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王龙章、林进县、卢秀燕、陈赖素美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管会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金管会在一个礼拜以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请在一周内送交各相关的委员。那报告委员会，现在我们进行审查讨论事项及处理提案，请议事人员开始宣读今天审查的相关预算案之审查项目及提案，总共有114案，要报告文会。我们现在呢，宣读的时间我们要整理，现在还没有整理好，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宣读，所以我们现在休息，然后有便当来了，大家在这里相关的委员啊跟长官在这里用餐。12点正式开始宣读。下午1点开始处理，所以除了我以外，各位委员欢迎各位委员都坐在这里哈，啊，我一定要坐在这里啊。各位委员如果要自行这里有事情要处理啊，都可以处理，1点再来是可以的啊。等一下就啊，便当我们就马上发便当啊，就是现在吃饭啊，到12点开始堵，因为现在没办法堵，还没整理好不能堵啊，要到12点差不多要整理好，到12点开始要堵1个小时。啊，那个李主委，如果你要有公忙，也可以去处理，没关系，就1点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就下午1点来这里啊，下午1点来这里。好，我们现在，报告委员会，我们补充说明，今天中午不休息，会议一直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所以现在的行程是，现在到12点之间，我们吃饭，整理，12点开始宣读，啊，宣读要1个小时，到1点。开始以后，我们就正式处理啊，所以各位要忙，
要吃饭都是尊重啊，尊重。那这个宣读时间呢，除了主席一定在场以外，其他委员可以忙你们的事情啊。我们做这样的宣告啊，好，休息。